Chinese free。小黑第一次去那个首都伊斯兰堡，一大早就起来了啊，这整理自己的发型了啊。我们出发，385公里要开4个半小时啊。小黑怎么还在梳头了啊？这么爱美啊！出发之前先把油给加满啊、哦，7块钱不到一升啊，跟国内也差不多啊。我们到了个服务区了，看到没？加油站，服务区。吃点什么呀，小黑？啊？对。啊，买了一个三明治，我跟小黑一人一半啊，可以吗？吃完我们继续赶路啊。哎，你看中国跟巴基斯坦国旗，看到没有，兄弟们啊 ，China Pakistan 啊 ，China Pakistan， 真大吧？我们到收费站了啊，我们看看中国人收不收费。Chinese free， 哦 ，Chinese friend buy free， 啊，Thank you。My brother， 今天带小黑过来吃中国菜啊，中国菜。小黑过来一来就开始自拍了啊，是有点贵啊，皮蛋88块钱哦，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啊，兄弟们啊？先喝点茶啊，小黑，给你倒点茶啊。西红柿鸡蛋面，看到没有？来，我帮你弄点。你再弄点汤。OK，No problem。哎，小黑。这个，好吃吗？又点了份饺子，看没？哎 ，no， 先尝这个。对，哎，对了，可以吗？小黑吃了一碗，现在又吃了第二碗了啊，证明挺好吃的，是不是？哎，慢点，啊，全部吃完了，可以吗？Very good 啊，好的，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小黑。小黑，你摆摆啥？你跟我走呀。Very good。Very good 啊，带小黑今天过来吃大餐啊。哦。我给你拿这个吃。先给你，这个样子还可以哦，这么大一个。来，小黑。羊肉真的特别好吃。哎，小黑，好吃吗 ？Very good。哎，小黑在拍视频了，好开心啊，看到没有？啊 ，very good， 小黑一直在拍视频啊、哦、，nice， 好开心啊、哦！这是我的巴基斯坦贴身保安小黑，现在已经彻底变身男保姆了。因为昨天我的老婆和儿子从国内飞过来，其实他们没来之前，小黑天天在家里打扫卫生、拖地，还把车子洗得干干净净的，每天还做饭给我吃。现在又多了一个带娃的工作，但是他也很开心。到了商场逛街，小黑主动推着走。到了旅游景点，小黑又变成保安模式。然后到了晚饭的时间，小黑就坐在宝宝的旁边，给他喂饭吃。最后就开启了遛娃模式。后来宝宝坐累了，他还抱起来走一走。看着他们玩得那么开心，我就放心了。第二天一早，小黑用自己的钱给宝宝买了牛奶和面包，真的是太感动了。鸡肉你们要吃吗？没问题啊，我不想吃，我们还是来这边买吧，刚才那个卫生实在是不敢，那个卫生太差了啊、哦、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苍全是苍蝇啊、哦、那是买鸡肉送苍蝇是吧？对，小黑竟然跟我说没关系，洗洗就可以吃啊，太可怕了，是吧小黑？啊，我们去这里买可以吗？ Very good. 啊，小黑说这里 very good 啊，想给你省点钱。 Yeah, did. Okay. 1块钱一个啊、哦、这挺便宜的啊、哦、土豆1公斤69。哦，买点洋葱啊，105一公斤啊。茄子啊，茄子多少钱？85一公斤啊。今天买什么肉？今天买牛肉和羊肉，今天买鸡肉和羊肉。这个牛肉才多少钱？779一公斤啊，多一斤，9块多吧？9块多一斤啊，超级便宜啊。这个羊肉才15块钱一斤啊，兄弟们啊，15块钱一斤，真的好便宜啊。那我们买这啊，那么就买这个羊肉吧。啊，买这两斤啊。Very good， 才30块钱，这么多啊 ？Yes， 这么多才30块钱。这个鸡胸肉划到10多块钱一斤哦，比牛肉还贵哦。在巴基斯坦的牛肉比鸡肉还便宜，看到没有？
买了这么多菜肉还有这些东西才花了80块钱，这么便宜吗？对呀、啊、才80块钱。小黑带我来买蛋糕了。 Happy baby. OK OK 可以就买这个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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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可以了。 OK 来来来哎 put it yes 蛋糕是小黑给你买的，他不让我结账然后非要给你买，然后就买了。他带着我和我姐去买的。小黑给我买一个蛋糕。对，烤糊的羊肉。他们巴基斯坦没有韭菜吗？没有，从来没有，这是在中国超市买的。哦，这没有韭菜啊，能吃吗？ OK 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蛋糕可以吗？啊，他脸上没吃的，啊，全是蛋糕。看，让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拜拜拜拜。今天送小黑去回家家，明天就是他们巴基斯坦的新年啊、哦！衣服心里准备好了，回家了。Let's go！ 我们出发了啊，把门锁好了啊。哦，小黑 go home， go home， yes， go home， yes， 妈妈，妈妈，妈妈，爸爸，妈 ，sister， yes， yes， 啊，给小黑买点水果，到小黑家里了啊、哦，随便买点吧。这什么东西 ？How much？ 500 kilo， yes， 3.5公斤啊、哦，这才1块钱一斤啊、哦，438哈、哦，大概够了吗？这两个够了吗 ？OK OK， 可以了是吧 ？Yes， OK， 那到小黑家里了啊。家里好多人在那边等着我回来了啊。妈妈爸爸。哦、妈妈爸爸 ，OK， 大家都特别开心啊！你看 ，Yes。这个就是他们家里的床，看我来了就把床搬到了院子里，让我坐了下来。小黑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最贵的可能就是这个摩托车了。摩托车就放在房间里，用布盖了起来，都舍不得骑。家里也没有其他的家具。昨天看我直播的都知道。他们给我做了鸡肉米饭，我的盘子里全是鸡肉，他们的盘子里都是米饭，真的很心酸，也特别的感动。而且给我倒了果汁，他们喝的是水，真的是最高规格的接待了我。这是小黑的弟弟，哦，长得很像。你也戳他吧，你戳。巴基斯坦过年，我就给小黑点钱啊、哦，来，小黑给你。啊，给啊。哎，小黑过来，过来抱我。小黑特别开心啊、哦。拜拜拜拜。